又来了一辆，大家伙！哎呀，这小孩来了，先给他吃的呢啊！过来，小家伙，啊，小狗，过来，过来，快上！看我大房车哇哇的往这拉呢。看一看，这就是大卫生间了啊！这个大广场也大，休闲的啊，顶上还有，山上还有那啥啊，观景台啥的，可以站步道都可以上去，啊，山顶上还有个村子呢。这是雅安市啊，街上啊，街里头走的。我们今天要出发了，在这块待了几天，天下雨，那他妈待多了，赶紧走吧。了解更多。
着回家的方向，很快就推上归乡的行囊。走在地虎高速啊，我们这是金坑高速，现在下了天雨，只有在高速的跑，不知道没啥跑。在笑着问候久违的朋友，像和从前一样。我眺望着回家的方向，很快就推上归乡的行囊。窗外的风光将昨日回放，感激铺满心房。我奔向，谢谢观看。